拿过去呗。两个手是活动不了的。车辆起步，请关好车门，注意观察周边行人及反应。行人起步，本车实行无人售票，请全额代币。车辆运行中，请站稳扶好。下一站，巡河塘。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。The next stop is Peter Tom。安全出行啊，指标的在他这边的人，打开车门看一下，看看是吧？开手机了。啊，我都经常开，现在我不敢了。以前我看我在这里就是看过这出来的嘛，没胆子开过一块，现在不敢了，要问你，来到的话100公里。
开始自己玩，这个你输了，然后要打几圈，然后三幺一。大人，大人，你看你这是啥东西？
下场。
Thank you.
往里找我们。车辆停步，请关好车门，注意观察周边行人及环境。行轮起步，本车实行无人售票，请足额投币。车辆运行中，请站稳扶好。下一站，南澳中学北。要上车的乘客请准备。到了，请带好您的行李物品和后门下车。行李 ，We will wrap that. Now we go to the north. 扫码成功。我看出去了，红姐。就是啊。我到后面。那么晚，哎呦呦呦，去哪里啊？我下一站。怎么这么晚，姐们？我等他，他上课。车辆起步，请关好车门，注意观察周边行人及环境。行轮起步，本车实行无人售票，请足额投币。车辆运行中，请站稳扶好。下一站，上下横岗。要上车的乘客请准备。公安机关提醒您，妨碍司机驾驶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。你去哪儿？你堵塞了。堵塞。嗯。The next stop is 山山峰岗。你老公现在在那儿上班？嗯。那他不是在这边吗？但他那里有一个工作点。啊，都在那里有个点是吧？嗯，对。那个渔政上的是吧？对啊。那个渔政上都在那有个点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不坐那个。买份儿呢？坐有位置不想坐。家也是一个人坐过那边去玩玩一下啊，那不是一个人也好无聊的啊。对啊，你们现在还有小孩都小孩放假了没有啊？我那个都上班了是吧？没有，还在实习。还在实习啊？刚刚实习。那他学的什么专业啊？汽车电子。是男孩子吧？嗯。那不一定行，那个就做那个养大为标准。养大了就不管他。你在饭堂吃饭？对，回去我回家吃的。回家吃？回家随便吃一点。饭堂吃，咱家有那么多菜又拼命吃。哎呦，你都那么瘦，你看啥？你的身材这么多年没变过。变了，那么好都是肥肉。经常运动，我看你经常参加那些活动啊、运动啊什么的。对，最近少一点。那少一点，没时间去参加吗？太晒了。夏天晒。晒，冬天很多。春天、冬天很多，现在太晒了，感觉。明天都那么晚。那就这个礼拜，这个礼拜学校上乐理课，要上到六点半，别等他了。好像很多放假。对呀、啊，是放假了的，就是学校给多少钱的，专业的嘛，学院要考证。适当补一点也可以的，外面也可以，学校肯定划算，便宜一点，去外面随便一节课一两百。那就是还不一定能接到。在也不想说了。
带好您的行李物品从后门下车。You will love that. 香山分港。The lunch bar, please. She's not moving. We will arrive at.